6月25号啊，星期六嘅呢一个嘅鳄鱼潭啊，咁啊老柯就真係时运高，咁啊即係喺呢一个嘅七一回归香港啊，即係回归呢个字都係相确㗎，我应该要轮陷25年啊，呢一个嘅香港轮陷25年嘅呢一个嘅日子里面啊，唉，有幸呢就喺呢一个自由嘅空气啊，喺呢一个嘅自由嘅草地上面啊，冚家铲时运高，逐邪逐鬼，唔撚使喺度屌你老尾喺香港嘅屌你老尾嘅大大细细嘅街角里面啊，头壳顶就挂钩咗嗰啲乜撚嘢番茄炒蛋五星期啊，街边又见到嗰啲乜撚嘢热烈恭贺屌你老母回归25年嗰啲咁撚屌 band 啊，一隻二隻嗰啲咁嘅建制走狗奴才鹰犬走出嚟啊，屌你个老尾出卖香港，话呢一个嘅香港回归呢一个嘅冚家铲中华人民共和匪国嘅怀抱，哇几撚昌盛繁荣啊，雞又唔撚见得多，屌你个老母又唔撚繁荣，我都唔撚明白香港回归25年点撚样昌盛繁荣啊，屌你老母而家夜生活都死鸠晒，係咪咁啊，屌你个老尾真係好撚好彩，係咪隻眼哎好撚干净。见諗到嘅都係我哋呢一个嘅啊枫叶国嘅呢一个嘅国旗随住呢一个嘅天空嘅飘扬，係咪屌你个老母 stand for 呢一个嘅民主自由捍卫人权，七月一号对我嚟讲就是我的祖国的屌你老母的生日的这个的大日子，那同时之间我另一半亦都屌你老母同声即是这个的哭泣，因为我们的国土是吗沦陷在这个中国共匪的手上面，搞到我们香港25年以来民不聊生，屌你老母八九几万人活在这个的赤贫的这个的屌你老母的贫穷线以下，坚尼地素屌你老母冚家产升撚个高撚个老屋嘅呢个撚屌血糖同埋屌你老母嘅冚家铲血压三支金油酸，係咪屌你老母惨情到冚家铲，大家系闻者我伤心，见者流泪，係咪利益集团垄断香港，係咪屌你个老尾呢啲咁嘅冚家铲就嚟就瓜分晒香港所有嘅呢啲嘅资源，中产啊有色之士啊唔撚离开呢一个嘅地方就俾你班咁嘅冚家铲渣撚干撚晒，低下阶层就要做韭菜，屌你个老尾我真係唔諗明点样会有呢一个嘅 stability， 点样会有呢一个嘅 prosperity， opportunity 又喺边諗到呢，我真係好撚想知諗到啦。点解我咁樣样讲呢，因为作为一个嘅有色之士，当然唔諗政治老我㗎，仲有千千万万屌你老尾上亿嘅呢一个嘅西方自由嘅呢啲嘅人民呢，一眼见諗到你25年嘅屌你老母冚家铲乜撚嘢啊，屌你老尾係咪即係部咩撚嘢 25th and the fucking anniversary 係咪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ng Kong fucking SAR 啊，屌啦星你见諗到呢一个字係人都你招知諗到喺度木偶其预计鼻哥长撚咗讲究緊大话啦冚家铲，所以呢一班嘅香港嘅贼官嘥撚埋呢啲嘅屌你老尾香港人嘅纳税人嘅金钱，走撚到去啊屌你老尾好撚多嘅地方賣撚行晒呢啲咁嘅告白，嘩屌你老母慶回归喎，你自己死撚返喺香港，屌你老母喺你啲嘅中华人民共和匪国嘅屌你老尾游轮緊嘅土地上面做呢一样嘢就算鸠数，你唔好撚走嚟屌你老母其他嘅屌你老尾西方国家里面啊玩呢一场咁嘅撚屌小把戏，冇人睇你台戏啊。咁啊，所以比利时好撚多嘅屌你老尾嘅有色之士咧，一见撚到你班咁嘅香港嘅屌你老尾嘅狗官走嚟系嘛，揾佢哋嘅电车啊，揾呢啲咁嘅车身广告，屌你老尾庆回归25周年吓，讲啲乜撚嘢嘅 message 就系话香港25年咧就系有呢一个嘅 stability， 即系呢一个嘅稳定，屌你嘅老尾又有呢一个嘅 prosperity， 就呢一个嘅繁荣，仲加埋呢一个嘅 opportunity。唉，冚家铲屌你个老尾摆撚到明就讲大话，你讲嘅嘢同你嘅广告里面嘅呢一个嘅 sell 嘅呢一个嘅 USP 啊 ,unit selling point 啊，即係我哋广告佬嘅嗰啲嘅 jargon 啊，你要你老尾好撚明显产品与标签不相称，但咩啊屌你老母快啲落架，咁所以系咪布鲁塞尔啊 ,Brussels 呢一个嘅屌你老尾嘅 outdoor train 嘅呢一个嘅 advertising 啊，即刻叫返个代理商 DC to call， 喂唔撚該你快啲屌你老咪铲撚走佢嗰啲揞眼啊，讲大话见撚嗰你隻黑红番茄炒蛋嘅色啊，唔撚該帮我屌你老母铲撚走佢，唔撚好屌你老母，欧洲人品味高身份高，屌你老母係咪
讲究实事求是，唔捻好假大空污染，屌你个咩欧洲人嘅呢一个嘅土地。咁特区政府死死气，咁就当然就将呢一个嘅冚家铲啊，即系呢一个嘅欧多广告就即刻就屌你老尾上得个一日就即刻收捻咗皮啦。咁好啦，咁即系当然啦，你佢要 demand 啊，喂老友，我俾捻咗钱真金白银卖广告，你老母閪，你点解喺度屌你老母要我哋落架？咁无他嘅，人哋话佢有呢一个嘅 political fucking statement， 即系话你系一个嘅政治宣言。喂，我讲紧回归25年，话安定繁荣，有钱赚，有机遇，屌你老尾有啲乜捻嘢嘅 political statement 啊？屌你老母，你唔好捻呃鸠鬼佬，屌你膝头哥唔够食，屌你老母老干妈啦，冚家铲，好捻明显你就喺度讲大话。香港屌你个老尾，所有嘅竞争能力跌捻到阿妈都唔够认得，人权嘅状况史无前例咁捻低。新闻自由排名跌捻到屌你嘅老尾就嚟去捻到屌你咩东非国家咁捻就系拍捻住不狼啊！屌你老尾呢啲极权国家古巴，屌你老母同埋你嘅冚家铲祖国一鸠样，样样嘢都衰鸠晒，更加唔好捻讲我之前所讲嘅乜捻嘢坚尼地数贫富悬殊，八鸠几万人屌你老母喺贫穷线以下，失业率又高企，何来 prosperous fucking lity 咧？屌你嘅老母系嘛？喺咁嘅情况之下，仲唔捻系就算你冇 political statement 啊？你都喺度屌你老母讲紧大话，杀紧方言，屌你个老宾州你就唔捻长啊！但系你个鼻哥就噗一声，屌你老母身就喺度长一长。咁你话冇 political statement， 屌你个老尾，你就好捻明显，你就喺度讲紧回归25年，中英联合声明，屌你老母50年不变，行捻咗一半。香港喺呢一个嘅中共嘅呢一个嘅屌你老母嘅支持带领之下，欣欣向荣系嘛？共产主义、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义，屌你个老母富有中国特色嘅社会主义嘅带领之下，屌你老母好似攞我条宾州咁坚硬挺直，屌你老母不挺。咁你好捻明显啦，我条宾州梗系硬净啦，但系香港就屌你老母冚家铲，日日六点半啦，唔系咁捻样讲啊系嘛？咁你仲唔系晒紧你哋嘅呢一个嘅习近平新时代屌你个老母水蛇春咁鸠长嘅屌你老母中国特色嘅屌你老母嘅社会主义，比呢一个嘅西方文明更加屌你老母先进，更加经得起呢个时间考验，更加系有呢一个嘅屌你老母能力接受呢一个嘅大时代嘅呢一个嘅挑战及洗礼，仲唔捻系 political statement？ 我屌你老母啦，冚家铲系咪咁样样讲啊？咁所以啊，即系欧洲嘅人啊，真系好嘢，哇 ，very good 系嘛？屌你老母啊，即刻就要佢落架，唔捻好，屌你咩阻捻住个地球转，更加除捻咗你喺度讲，屌你老尾讲大话之后啊，你而家所有所讲嘅嘢，更加系否定以前英国殖民时期所有嘅屌你老母俾香港嘅一切嘅屌你老母权利啊、自由啊，同埋啊依一个香港啊。变捻咗呢一个嘅东方明珠啊，都系英国殖民地时期嘅呢一个嘅功劳嚟嘅。你而家就喺度 jeopardize 紧呢一个嘅中英联合声明，亦都系否定紧英国人嘅功劳，更加系将香港咁捻多人啊，屌你老味，历代以嚟啊，将呢一个香港建造成为亚洲里面首屈一指一支班，屌你老味嘅呢一个嘅冚家铲嘅国际金融城市啊！你哋喺度屌你老母 hijack 咗我哋嘅功劳，屌你老母系嘛偷换紧呢一个嘅概念，好彩仍然有扎欧洲佬咧。虽然呢班嘅捻样左交就屌你咁样上鸠晒脑啊，仍然吓即系唔捻似好似老咁捻样血糖入眼睇嘢唔清楚。呢一班嘅捻样仍然虽然左交上脑，睇嘢都系清清楚楚，一目了然，知捻到你班咁嘅捻样喺度屌你老母吓，否定紧啊英国嘅呢一个嘅冚家铲。The Crown Colony 啊 ，The Crown Colony 啊，依一个屌你老味女王嘅依一个嘅冚家铲嘅带领嘅依一个嘅辉煌时期，对香港啊啊俾到嘅依一个嘅屌你老味不可磨灭嘅依一个嘅功劳，系嘛？咁啊，当然啦，近排啊，即系踏入紧依一个嘅屌你老味吓沦陷25年，咁啊，香港里边啊啲匪共啊、土共啊、屌你老母亲共呢啲嘅冚家铲。奴才屎忽向西啊，屎忽吉吉嘅呢啲嘅冚家铲，五行欠屌嘅呢啲嘅扑街，包括梁美芬啊，屌你老母，饭除晒衫啊，屌你老母呢啲嘅冚家铲，屌你咩割捻咗一边肾，你个冚家铲都唔捻识好啲滋阴啲，做埋啲咁捻多阴质嘢，你个冚家铲，屌你老母迟啲膀胱啊，屌你个老母大肠啊、子宫啊，屌你个老母心肝脾肺肾都割鸠晒，乜捻嘢器官都冇，你个饭除丽带系嘛，扑你个街，仲讲埋啲咁嘅捻样。香港从来都唔捻系英国嘅呢一个嘅殖民地，
我真係屌你个老母 call out 嘢，係咪搞撚错啊？香港唔撚係英国嘅，屌你老母嘅殖民地冚家产，我哋乜撚嘢皇后大做中係咪？屌你个老尾係咪？物理耗径係咪？屌你个老尾乜撚嘢律敦治医院係咪？屌你个老尾呢一个嘅遮打花园係咪？暴力径係咪？屌你个老尾卢吉道係咪？冚家产坚岛係咪？呢啲乜撚嘢嚟㗎？屌你老母，你话俾我听啦！咁香港唔撚係英国嘅殖民地，点解香港曾经屌你老尾殖民地政府可以喺香港冚家产发钞呢？我仲好记得嗰啲嘅两蚊撚啊、五蚊撚啊，屌你老母，全撚部都有个女王头，甚至无喺老我长大嘅时期里面啊，英皇佐治五世啊，屌你老尾嗰啲嘅五毫子啊，或者系屌你唔系 sorry 嗰啲嘅一蚊撚一毫子，哇！我仲收藏咗好撚多，系嘛？几代嘅屌你老尾英女王同埋佢嘅屌你老尾佢老豆嗰啲嘅剩低落嚟嗰啲嘅币值啊，屌你咩纸币啊，系嘛？冚家产到屌我屋企都仲有一大摞，咁呢啲唔撚系殖民地啊，住主权系嘛？可以有发钞。咁係即係边个人个俾撚咗佢呢？我哋係咪冚家產唔撚玩，日日喺度玩破地獄係咪，日日喺度就屌你老母烧香啊，烧衣纸啊，污染大气，屌你老母个空气啊，我哋可以好撚优雅咁样去入去教堂，好诚心咁样同天父倾下偈係咪，屌你老母讲下我哋个人嘅烦恼係咪，屌讲下我哋嘅屌你老母，即係希望同呢一个嘅天同埋人之间有一个嘅联系，道人向善係咪，有呢一个 sacrifice 嘅精神，咁撚多传教士嚟到香港係咪，漂洋过海有呢一个嘅屌你 orphanage， 屌你老母有呢啲嘅屌你老母嘅 hospital 啊，屌你老母又有呢啲嘅私校 Catholic school 啊，喂唔撚係英国殖民地俾西洋呢啲嘅巫师嘅传教士嚟屌你老母，我哋嘅呢一个冚家产鞋都冇撚着着，裤都冇撚多条，走嚟宣扬呢一个嘅教义，教我哋道德，屌你个老母教我哋宗教，屌你老母分辨善恶，屌你老母有呢一个嘅冚家产系嘛，明辨是非嘅呢一个能力最撚紧要啊！教导我哋用礼仪啊，屌你老母知书识礼，冚家产剪鸠条，咁啊冚家产猪鞭系嘛，着西装打呔啊，最撚紧要嘅就系屌你老母讲礼貌啊嘛，整个公厕俾你班咁啊撚样叹啊嘛，如果唔撚喺我哋香港人。到目前为止啊，求其啊，哎呀阿爸屎急啊，点算啊，除撚咗条裤同我喺街边里面踎蹬屙蹬屎，咪似同你班咁嘅屌你个咩大陆人咪一鸠样。